小凤姐原定16号举行的红馆演唱会尾场，因为遇上超级台风山竹袭港，最后决定延期到今日举行。演唱会今晚8点半准时开始，虽然有不少空位，但入座率都有70%。对于面对恶劣的天气和环境都仍然来捧场的观众，小凤姐都好感激大家。小凤姐仲提到，因为受山竹影响，屋企门口就有10多棵树冧咗，原本仲打算要坐直升机嚟红馆开 show 添，好彩好快就有人嚟清理好晒，小凤姐先可以顺利嚟到现场同大家见面咋。